敬仰持经弘愿，志念清净供养啊，对象含有清净，用爱普罗标记，对下含有圣情，领受爱护意念，雷声佛见所护福，持经在处报佛恩啊！咱爱用心啊，敬仰持经弘愿，咱法爱流传人间，人心有法啊，就是啊，天理在人心。人啊，心中若无道理啦，就行无路。人间的道路，那就是爱清清楚楚啊，安怎来人间？人间的道路安怎行？这叫做道理。啊，道理呢？爱用爱，爱呀！啊，爱呢？是无私的大爱，是清净无染的爱。这才是真正感悟的菩提大道。有感悟的人，心啊就无受世间俗事，种种情爱贪着所染，这是感悟的人不受所染嘛。但是心存大爱人间，所以在称为做无缘大慈，动体大地啦。这叫做各有情者，这就是道理呀、啊，就是人间啊，唔通欠少的道理。《法华经》完全是要甲咱讲，爱咱，甲这个道路铺在人间，长长久久啊，予人有一条路好行、啊，这就是生活教育，将这个道理呢，永远都是铺在人间。佛来人间啊，说法嘛，这是近50年的时间。在40-50年的时间，伊所教化人，开始予咱了解人间苦啊，人间啊无常多啊，人间啊人心烦恼恶念啊，变化多端，要予咱知影，拢是从人间的一念心，人甲人的中间一念心啊，不规则，就是脱
离了人间的道理。佛陀呢，一大事来人间，就是要把这条道呢，铺给伊正，给咱指示，唔通脱离道啊，向这条路直行去。自然你是平安的啦，自然呢，这条路啦，就是安全平坦啦。来人间铺心路，铺好人的心的道路，这就是大菩提道。过去用种种方便法指引咱，指引咱来到这条大菩提的道，啊，都真好行啦。但是咱人啊，众生共穷。你气地烦恼无明，谈何容易啊？表面上看来，我听有，我了解，我尊重，我愿意呢。来，发心嘛。但是人因因众生烦恼偏多，环境是安呢？这聪明啊，离根啊，容易接受法，但是呢，也容易呢受烦恼诱惑去，这。就是那人间所以呢，无法度好解脱，就是伫这个所在，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心嘛。这路是真长，爱行，咱爱用着敬仰的心。持经弘愿呐，咱来发心接受这部经，佛陀用真长久的时间所累积，用四十多年的时间来教育、教教。也晚年啊，年纪多了，一定要真清楚明朗啊，让大家人重视呢这部经，所以也开始赞叹啊，会当持经的人，就是啊用爱呀、无私的爱，在人间照亮人事啦，来显这个道理。人事苦难偏多，道理呢缺乏爱心嘛，啊，来接引菩萝，真呢。这是佛陀一再呢，特别赞叹持经的人，哪怕是一句一句呀，或者是专心呢修持、读诵、书写、讲说、如说修行等等呐。这些佛陀在这篇的内底，
真用心，希望人人会当敬重，所以咱家己听的人，咱家己呢，爱发心啊，对这部经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咱爱时时敬仰。咱也都要好好修持这部经的教法，咱要发宏愿啊！咱家己修持，也嘛就要来敬重别人的修持。别人伫咧修持呢，咱要随喜呀，咱要赞叹呐，咱要发宏愿呐。上好是家己也身体力行，所以爱志念亲近供养。咱不只是家己爱修持，别人伫咧修持，咱也都爱亲近，咱爱供养。常常听读诸会啊，啊，我听真欢喜。啊！我搁再来发动，我要搁再重复习，唔只是我家己重复习，啊嘛要叫大家人啊，咱搁同齐来复习。啊，我也同款有听啦。啊，有人发起这种要重复习呢，再复讲、复听，啊，我嘛都爱去随喜呀。我也爱赶紧来去参加，人多啊，气旺啊，大家人呢，对这个经典读诵呢，都会提起兴趣，听多少入心来，入了心啊，自然呢，过去的习惯啊。一旦改变错误的观念，听经了后，再学习了后，反省自己啊！哎呀，我也有这种错误的行为，我要赶紧改过过来。好，一改过过来啦，厝内底人欢喜呀！朋友、亲戚、互相捌的人，哦，到底是什么力量，予安尼的人改变呐、啊？对根究底呢，伊就是受这部经啊的意义、内容啊、哦，听道理呢，通彻。入伊的心，所以心路啦，方向改变，从错误的道路改向正确的道路行，这自然啦，这个法呢，就会当愈来愈普遍啦，安尼。这就是咱应该大家人用心方法，当改变人心呐、啊。所以对象，咱学法啦、啊，咱爱恭敬，这个恭敬的心，对象呢含有亲近，修持经典比我较精进，伊对读诵比我较了解入心，伊入心呢，伊比我分析较清楚。真呢，这部经啊，伊是在我的面顶，因为伊。会了解呢，
比我透彻，所以我应该爱尊敬伊。所以这叫做对象，也着亲像咱即卖人讲学长啊，是比我较大声接受的，是接受了后比我搁较深入的人，比我搁较了解的人。所以这就是法在咱的面顶的，所以咱爱尊重。所以对象呢，含有亲近，咱爱在较紧紧来亲近伊啦，是有修有德的人啊，咱应该爱多亲近，所以咱爱亲近的心啦、啊。就是用爱，用爱啊，普罗表示敬意。咱常常讲用爱普罗，予大家人行会过来。看到这条路呢，已经这么这明朗啊，这条道路，爱大家人共同来铺，所以人人呢。爱符合这个经的法，伊的意义。咱既然尊重亲近，咱都爱来符合伊，用爱来铺路，和人间呐、啊，大家人共同来行，这是表示呢，这个法你认同。认同入心，所以你也投入去做，这就是爱的力量啦。也对下呢，含有性情，人受爱和意念，对下就是讲听经。伊也未听到，或者是呢，即马才开始听，新发意初学的人，咱也都爱听受啊，听受伊这粒心，道根呐，这粒种子呢，才开始落地存根。向上博引起来，咱爱用真仁慈的心啊，来疼惜这粒种子，才多多发芽。咱爱真细心啊，啊，来给伊照顾，这个照顾这种子的芽啦，爱用。真心伊的心，这一丛大树，伊会当遮日，会当遮风，但是呢，一个种子啦，多多不易，需要人顾，所以这些用心伊的情啊。来顾这粒种子，拄好孵出来的因，咱爱好好甲顾，经不起日头太大来晒，啊，咱就稍啊甲遮阴一下。土伤大，咱爱甲压水一下，安尼呢，好这个小芽。会当会慢慢大，就成为小树，将来就是大树啦。会当加入阴暗，予人人乘凉啊！这就是爱用心意的心，疼惜呢，这个初发心的人啦。用仁慈的爱去给保
好，咱来时时有安尼的心，咱的道呢，才会当空足吼，才会当健康啦，才会当壮大起来。这个道在人间呐，小小的种子，哪会当成为菩提那呢？所以，咱爱定定，都爱记着啊。佛陀呢，见所何福众生，佛陀累生累世不断不断来人间，伊疼惜众生，亲像咧疼惜幼仔共款。安尼呢，累生累世，都甲咱派伫镜头里喏，爱护众生啊，的责任啊，就是佛陀呢认为伊应该承担，好如来慈悲福啊，也是众生的大导师啊，咱一切。慧明啦，道经啦，都是依赖的佛呢。这点爱心，安尼，把咱牵引过来啊，和咱人人会当知这条路安怎样为人群付出啦，都亲像。在2014年年底啦，就是14年要跨过15年，这个中间，马来西亚呢，那这个大洪灾水灾呀，灾难真大，迄个洪灾水灾。是将整个迄个白马安尼呢，完全啊，鬼那性哦，鬼也拢种阴气啦。全马来西亚的住这人，共同啊，安尼汇合起来。真正是名副其实哦，大马莲心啊，爱铺满地，这种的爱呢，因拢展现出来啦。救灾，达工呢，就是将槟城安尼呢，搭着飞机啊，往北京，坐飞机呢。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呐，去付出，时间是真长哦。逐天都是安尼包机去，较近的呢，就是坐巴士。那有水的呢，就是也过是路上呐，坐船呐，因为水真多啊，路的面顶呢。有水车袂当过，就用船过啊，真辛苦救灾的工作啊。所以咧救灾呢，真正过程啦，讲来是话长啦，从义工带进啦，参加的人，大家组织人会投入，甲义工带进的人合。在一起，带因安怎拼，带因安怎做，从一般的这个民体啦，到教堂啊，回教堂，搁到学校啊，拢总安尼伫咧清病，真正是看到因安尼伫咧付出，有。无同的宗教，开始呢嘛，顶顶的困难哦。但是用诚意，用诚意去接近呐、啊，那用诚情呢
去忍受，去爱伊，这种疼惜的爱，用恭敬的心意，去接近伊，安尼呢，就是会当使得大家人呢共同会合啦，这付出的爱，结果是感恩的情啊。在紧急的灾难救援啊，紧接落来都是一直伫咧陪伴到现在呢。重灾区啊，受灾人也阁是伫咧陪伴，也阁有重新为因起厝。哇，那几十户啊，阁在伫迄个所在，工程呢？把他们起处起来，这呢都总是人间菩萨爱的力量啊，不断不断去付出啊，接下来也再把教育科技不义啦，福慧说法啦，把他们教育他们环保，常常都是去那个所在去带动环保当地的人啊，伊合作者这份的心情、心意的情，感动着，因表示迄份的恭敬、敬仰的心呢，来接受。所以其中呢，也有当地一位妇女啦，伊开始就发起啦，罗哈纳这一位妇女。一开始就带动啦，将伊个土地就安尼提供出来，啊，做迄个环保站啦。开始呢，就一直伫伊个规个村去宣导，去叫大家人粪扫唔通用烧个，去教因讲吼，租借迄当阵来甲咱教个。这个环保资源爱回收，希望大家人表示一份的敬意，表示为天地之间付出一份的爱，所以用道理去甲因分享啊！大家人也听到有道理啦，是安怎灾难会遐大？咱必定爱敬天，必定爱爱地啊！唔通讲吼，粪扫直直烧啊，烧顶呢来污染遮尼正大，气候呢遮尼不顺呐、啊，可能有影是直直烧粪扫，所以因开始戒低调，迄个烧粪扫，即嘛呢？所有的啊，瓶瓶罐罐拢总回收哦。现在已经呢，近百人啊，是环保志工啊。大家人伫迄个所在，甲台湾拢总一模一样啦、啊。哈、啊，安尼捆绑互伊整齐，还用袋啊呢，也袋互伊整齐，安尼贴干呢吼，足整齐。予人看到吼，实在是足感动的啦！一种遐尼正重的灾难呐，付出是遐尼大的力量，动员遐多的人啊，付出无所求，阁是自掏腰包，安尼集合呢，来救援这个灾区啦！这个灾区呢？有无同的宗教，现在大家人呢已经打开了宗教的藩篱啦，同时呢也已经响应了环保，大家人来共同，这就是道理呀、啊。道理呢已经啦用爱铺路，啊，表示这个敬意。伊做环保是回馈，伊安尼讲吼，这是表示尊敬、
主祭人来这个所在安尼讲，所以咱应该呢敬天爱地，啊，接受主祭人呢来甲咱提倡这个环保。看，这敢唔就是啊？这个咱用迄个心情啊，人性的爱来爱护呢。人类来爱护大地，这样呢，这点心意的情啦，真正已经呢，已经得到这样的回响回来，好，这看到是真感动啦。所以咱应该就是爱感恩佛啦，回报佛恩，迄个穿。伊要回报主祭人，是安尼身体力行去做环保来回报。也咱呢，佛的弟子啊，咱也都爱持诵经典呐，身体力行呢来回报佛陀，见所护福啊，咱应该也都爱回报佛陀对咱的爱。这份的情啊，咱也爱用心啦，来感恩回报佛恩吼。来看前面的文呐，其所志方应随向礼啦，一心合掌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。也就是讲，持经的人，去破经完整伫迄个所在，不只是持，阁是读，阁是诵，阁是讲解，阁是如法修行，真呢是这破经的完整吼。那这破经完整的地方呐，都亲像如来的转身呐。所以迄、那个方向啦，咱应随向咧，爱随迄个方向呢去礼敬，甚至呢，咱来一心合掌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搁再用花香璎珞、蜜香、稻香、芍香、钻戒。动翻衣服傲转吼，足足奇格，真呢就是用种种有形的物件来表达啦，心的虔诚无形，那用种无形的道理呢，化为有形，发菩萨心是内心看不到。菩萨心的使命就是爱用爱普罗入人群中，这就是有形，所以将无形的道理呢化为人间有形的方法去付出，这拢总是叫做恭敬尊重，按照这个道理呢。去身体力行，这嘛是尊重嘛，敬礼吼。那下面呢，文再搁讲哦，人中上强，自强用之，应持天宝呢，自以善之，天上宝之呀。应以奉献，会当持这部经啊，真正哩完整吼，啊，搁再是如说修行，安尼的人呐、啊，这皆达咱来解供养，因为咱爱用人中上供，至高。的供养，咱人人所伫咧讲的供养啊，
迄个最虔敬的心来供养啦。这就是人间最上妙之供，就是最诚意啦的供养。啊，就亲像拄只讲，遐个主祭人，马来西亚遐个主祭人，对着灾区呢，遐尼正用心付出，这是因对佛陀最大呢。报佛因是最上的恭敬，啊，迄个砖头呢，虔诚伫咧做环保啦，就是人群中呢，向主祭人感恩的恭敬吼，的供养，这嘛是因的付出啦，这就是安尼人甲人的中间。互相彼此呢，修教，实行，这拢总叫做供养。供养有物质的供养，有身体恭敬的供养，有身体力行的供养。三项供养呢，以实行的供养呢，是最。高吼，同款的道理啦，所以呢，以人间最上妙之供，这就是已经发入伊的心啦，发入去伊的心呢，愿意付出，这就是最妙的法啦，法会当入人的心，发挥作用，这就是最妙的法吼。啊，用安尼呢来供养，以供养出世间人吼，用安尼身体力行来回报啦。所以常常听到主祭人讲：“师父，我会合好好歇吧，啊，来回报师父，安尼我就真欢喜啊。”比什么我都欢喜，这无形啊！但是呢，人群和合啊，这拢总是将一心人群一心呐、啊，最高的供养。咱要供养佛嘛是安尼啊，咱爱用至高无上的爱呢，将法入心来。表达出去来回报佛因呐，所以应持天报二义善知，这善化啦，那这就是款称吼，诸天善化现报，善化就亲像讲，大家人听法了后啊，欢喜呀。发喜呀、啊，心花怒放啊！这都亲像在咧散花啊！我听到足欢喜的呢，我不只是欢喜呀、啊，我应该呢，哎，身体力行，我爱用爱去铺路啦！这呢是真正表现出来，我欢喜，我接受，我呢已经。用最最恭敬的报，这个报呢，那就是在咱的内心的宝藏啊，来奉献出来，供诸毗卢啦，咁就是呢，迄个富家的中者，去接近伊贫穷的囝。去向这个囝呢，安尼看看，甲伊接应啊！你这个财产，你嘛有分哦。
要是佛陀讲，我的法啊，那恁吸收去呢？这都是恁的啊。人人心中各有宝藏，将咱内心的宝藏呢，展现出来，奉献出去。咱人人富有啊，人人有智慧啊，人人呢都是会当用无上宝智啦，无上的宝智集起来呢，奉献出去，这就是咱种种的爱汇合起来，用种种的法呢，那入人群中去付出，这是持经呐的法宝，持经呢入心，心灵的富有，这种的宝藏呐来供佛，所以讲天上宝智，应以奉献。天上宝智，那就是咱的心与佛的心合为一体，那就是佛心呢与天体而合一吼，同款的道理啦。咱爱用心嘛，人人本具佛性啊，佛会当成佛，咱也会当成佛，所以呢，咱的良知啦，发现出来，这就是天上宝智啦，天良天良嘛，天良就是咱的良知吼，咱的良知啦，那发挥了咱的良能，安尼奉献出去啦，这叫做天上宝智，应以奉献。咱的良知呢，以天会合啊，那咱奉献这些爱的力量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天上所有宝物即是吼，应当奉献，是持法者，这持法的人啊，是用伊的智慧，用伊的爱呢，坚定的心，甲这部经呢，读诵受持，如法修行啦，甲这个法遍布在人间，咱用表达出了咱的心呢，也已经接受到这个良知的教育，那这个天良的心意呢，表达出来，安尼来供养吼，其实应该咱若安尼来改善呢，咱都会当时时供养啊。啊，若无呢，咱会定啊感觉讲，哈、啊，这天上宝珠，我要去倒位啊摕天的宝来供养呢？其实啊，经典是一种的譬喻，咱爱真用心去体会良知、天良、天良。咱常常讲，你嘛较有天良一个，天良就是良知啦。良知，咱都有良能啊。良能呢，就是利益人群，用安尼呢来共用，这呢就是天宝。智吼来供养，接落来呢，经文再讲，所以吃好啊，世人欢喜说法，俗人闻之，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咱为什么都要用个这么正隆重虔诚的供养呢？为什么啊？是这个人
真正甲整个《法华经》的道理呢，读诵啦、讲说啦，那这用法呢，普散在人间呐，这个人呐、啊，所以因为安呢，这个人欢喜说法，伊已经持经、读诵、抄写句句经典呐、啊。深刻入心灵，刻入心板灵呐，所以伊欢喜说法。在生活中，无不都是法啦。所以因为安呢，属于文字，伊的心就是安呢。在这个法生活中也是法，安呢呢用伊了解呀，听到真紧的。会当了解道理透彻啦，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亲像拄只讲心花怒放，因为呢欢喜啦，那激发出了呢，咱呢发喜欢喜，即个发我真欢喜，我入心好、哦，真正是真欢喜吼。那讲到这个法，伫内心呢，都会真欢喜吼。那安尼呢，就觉悟真紧，就会当觉悟啦。这就是表示呢，读诵这部经啦，说法利生，讲说这部经会当利益众生啊。又读诵此经妙法华经，读诵这部妙法莲华经啦，所以各具说法之利益。伊所讲说的法啦，会当利益足多人个啊，利益人间啊，净化人心嘛，令世闻之者行定上觉，以至究竟，听到这个法啦，会当起欢喜心，收入内心来，同款。修持呀，同款会当刻入心板呐。这教教究竟，迄个刻入真气嘛，会当究竟啊。所以，初人法师，这是人间的法师啦。这个人就是人间的法师，所以唯可尊重吼。因为安呢，哎，应该尊重。所以吃好又是安怎呢？是人欢喜说法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这个人啦，欢喜说法，所以呢，用安呢来供养迄个意。就是要劝咱人人呢，应该啦，也都爱欢喜，听法欢喜，啊欢喜说法，欢喜传法，把这个法呢普遍在人间，这就是该行呢，这个应该人人呢爱起欢喜心来供养吼，应该供养啦。应该受尊重，这就是咱爱好好呢
用心啊，对这部经所在的地方，咱拢爱去欢喜心吼。那何况讲听人伫咧上经，听人伫咧讲经，那咱应该呢都爱去恭敬心，所以为求法师欢喜说法，殊宜得菩提。那人人拢会当当为法师啊，那咱嘛都爱求定呢。咱家己来上经、持经、那说经，咱人人拢有法度来传经典啊。这呢，咱安尼的付出，也是希望咱往那会当安尼做会到吼。所以为求啦，咱家己也是会当成为法师啦，所以咱爱用欢喜心嘛，咱来学会晓讲法吼，那做这个经啊，用伫内心，行在日常生活。有机会，咱都甲人讲，什么时间拢总是说法的时间，这把握时间呐、啊。那会当安尼呢，就是。梳理文字啦。常常在咧学啊学，要安怎讲经啊？自然咱搁再听到，真紧咧，都搁再会当了解。所以讲，听经了后的读诸会呢，是真重要啊！大家人呢，会当搁再复习啊，化成十六王子，敢唔就是听了后再搁再复习啊？复讲法华经呢？这就是表示咱也都爱安尼学吼，安尼呢，咱就搁再听别人讲的，咱了解搁较快吼，搁较紧呐。这就值得究竟学若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真紧哦吼。那每一天呀，不管是日时、暗时啦。分三十数字吼，这个日时头、暗时啦，这个数字间呢，就是真紧的时间吼，那就是拢总会当听法，法会当听，但听听在这个生活中呢，无不都是用目睭听。用耳仔听，用身躯去感受，白天、暗时，无不都是呢。那文化处吼，那听也拢会当。所以啊，这是信心呐、啊。咱来用真心的信心嘛、啊，了解这个经的道理吼，那迄个真重要的意义啦。咱听，爱听入心呐、啊，真正唔是干那讲听听咧多好啊。咱有当时阵咧，咧某人啊，那也无反应。好、哦，原来呢，伊就是伫咧听，听广播，听经，啊，听个正入心，入心就是专心呐、啊、吼，那迄、那个。真正的义理啦、道理呢，安尼听入心来，这叫做正义入心吼。搁再辨明究竟佛菩提啦，那会当安尼呢？佛的觉悟啦，菩提就是觉吼，那会当通究竟了解。透彻佛所
觉悟的道理。各位，学佛就是爱安尼来将遮尼正深的道理啦，其实呢是遮尼正平常的代志。咱那是干那伫经典里呐，哈爱天上宝珠吼来供养，安尼亲像安尼，咱都无法度啊，照这个经文去念。安尼哪有法度呢？咱都爱甲这个经文隆重的意呢，真清入心啦、啊。哦，原来呀、啊，就是安尼呀。咱这在乎伫咱的内心呢，人人都有宝藏啊。贫穷主呢，原来是富家子弟啦。凡夫呢，原来呢是。本具佛性啊，这咱若这个佛性两地啦，都完全展现出来。这就是天良，也就是呢良人付出在人间，用安尼来供养啊。这呢就是咱读经读了欢喜，真正欢喜。发起立心啊，在生活中无不多事呢，发伫咧铺路啦，无不多事呢，发起在人群中，这敢毋就是天花散落呢？同款的道理啦。总共一句，只爱咱时时多用心。